哦，好，这个较落尾吼，咱要甲大家互相来面的，就是讲，你看到这个影片，你的感想，可能伊是黑白影片，这是伫我读高中的时阵看一半，啊，结果电影院怎啊讲袂使放，啊，袂使放，引起我一大好奇，讲谁人那袂使放，伊讲只有扰乱民主情绪，结果当几啊年后，我过去甲看一届，才知影讲，伊这就是咧甲咱讲犹太人当初是安那方屠杀的过程，是安那要用这个来做咱今仔日的结尾。当咱来参加民间会时阵，有侪人会甲咱讲，甲咱讲啥物款，讲啊。我倒啦，台湾就是去用台甲惊着。伫台湾冒一个屠杀是228，但是经过一个屠杀，因的人是愈来愈勇敢。独伊无共款的，就是讲，你看到后边遐一个人一个人的名一直出来，咱坐伫遮拢真平静。但是你若生活伫迄个时阵，你敢知讲迄个名单内底若无你？剩的就是掠去枪杀，因就是安尼。这个辛德勒，这是一个真正的人。伊当初时看到犹太人去予迄个希特勒安尼一个一个拍死，伊当作像咧拍啦，根本就无人权的当中，伊怎去用伊所有的财产开个工厂内底，讲我工厂要请工，我一个一个拢甲卖倒来。伊伫遐甲所有的囡仔，听讲买4000几个。拢买回来，囡仔一律拢买回来，好遐囡仔拢总保留因的性命。但是佮大人的时阵，伊嘛用开始佫想讲，哇啊大人佫无买着，啊无过来卖衫卖掉，过来佮买，一直卖一直买，一个卖一个一直买，买到落尾，买到伊全破产啊！伊佫伫遐来咧哭，看到迄时阵大家拢已经自由啊。伊个工厂破产内底真侪人甲伊讲，伊搁伫遐甲大家回信嘞。伊讲我实在是做了无够，我会使搁，咱有看到伊拄则摕到迄个手指，伊讲这黄金吼，我若卖黄金，会使加救两个人。啊，迄台车若卖驶吼，哦，我卖嘞，会使救10个。伊搁看到伊先看嘛，即个纯金的这个徽章，伊讲哦，这个若卖吼，我若无看到这个。即若卖爱，会使加救一个。伊讲我会使加救一个呢，一条命呢。底下呢，足心中甲伊讲，我救一条命呢。大家拢甲讲，啊，你已经做够啊。但是伊永远心的内底，伊讲还无够。我太够开钱呢，我太够，我若赚较济钱，我会使加救较济嘞。所以当后边，你看伊死去了后，侪侪人拢摕石头，迄是当年拢有人去遐甲纪念。唔是加一年尔，是当年伊的后代子孙，听讲伊迄时阵买4500几个，今仔日挖掉伊的后代已经超过600万。你想600万的性命，伫伊的财产爱甲买起来，咱甲回想倒来，台湾今仔日咱要行这条路，多人用愿意用伊的性命、伊的财产来甲买这个所在。台湾人当228咧用屠杀的时阵，我相信嘛，侪侪人徛出来甲道援助。啊，毋过中国人伫咱遮看咱咧用糟蹋的时阵，敢有人会安尼做？你毋通看辛德勒是犹太人哦，毋是哦，伊是外国人哦。伫犹太人的当中，伊是一个外国人。台湾人以外有中国人，是安怎情境会差遮济？因为一方面，因有找到真理，伊知影讲人一生的人权是介重要，伊是普世价值。伊感觉讲，我财产总也卖了，会当救一个，伊就欢喜啊。啊，毋过咱遮敢若一个做一个善事，啊，就要来甲表扬。咱也看到台湾有真侪咧做善事的团体。我感觉讲，甲要这比较起来，
我较早伫高雄，迄个海边的时阵，大概我看到一只乌龟，伫遐咧做啥物？迄只乌龟吼，我看一个师傅啊，伫遐咧甲磨伊个壳。我讲啊，你哪咧甲磨壳？伊讲要定庆命。我讲是安怎？因为进前已经有人刻啊，就是讲你要放生的人，大家人拢要倒骨壳甲刻伊个名起，啊甲放走。啊！即马只只讲掠了倒来，啊，就甲伊顶回刻起，拢甲撸撸掉，啊，再佫定下新嘞。我讲你若迄只乌龟，哦，我若迄只乌龟，我会甲伊骂。啊，你哪甲掠倒来，佫放倒来，掠倒来，放倒来，啊，掠一届，就甲刻磨一届，啊，就佫刻一届。哦，迄个会甲骂，归去互我死死会较紧。我无爱安尼，互恁安尼糟蹋，吼、哦，对无？但是，这就是咱的个性。咱看到这个影片，我相信。咱所建立的态度，就是台湾一直要站起来。我相信咱大家互相来面的时阵，台湾要站立，不是靠一个人，是靠你甲我。所以今仔日，希望咱会当大家来共同学习，大家分享以后，咱知影以后变作台湾的站立。是看你甲我来完成，大家唔通为着讲啊，我都未晓，唔明呢？迄是你尽一个努力就会使哩，尽你一分的努力，咱台湾就会当对世界阁站得起来。这是咱共同的愿望。今仔日甲大家分享到这，真谢谢大家。各位学员下课啊，请稍等一下吼，请坐，我才要宣布等下迄个分组讨论的所在。这间教室吼，这间教室分两边，就以我电脑桌这边为主，头前是前半段，后边是后半段吼。这间教室的前半段是高雄桌，前半段是高雄桌吼，啊，后边段是新竹桌，后半段是新竹桌，这间教室哦。前半段高雄州，后半段新竹州。一楼的咖啡厅，台中州、台南州。一楼的咖啡厅，台中州、台南州。然后一楼的会议厅就是办公室对面那一间。一楼会议厅的圆桌子哈是宜兰州。一楼会议厅宜兰啊哈是迄个宜兰州的。啊，一楼会议室的后段。有好几个桌子，那边是台北州跟高沙组。一楼会议室后半段是台北州跟高沙组。啊，不清楚的再来问我，谢谢。